是不是还会蒸这样的嫩嫩的滑滑的美味蒸鸡蛋呢？我来教你可好。超级的嫩啊，真的就有那种短短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嫩，非常成功啊。如果家里面孩子不怎么喜欢吃鸡蛋的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我放点小米辣，如果觉得成功的一定要给来上个双击啊。又咸又嫩，鸡蛋放少了，美味。双击。